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Laura 梁心怡，要跟大家介绍我非常优秀，然后国际的乐手们。首先是台湾的贝手 Derek，然后日本的 Takeshi 鼓手，and 我们阿根廷的 keyboard 老师团长 Musa。然后呢，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的新歌《滴答》。你现在收看的是乐人 session。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音乐，记得要订阅乐人频道，Subscribe here。OK。
voy solo.